横跨黑龙江省通河、木兰、巴彦三县的群山密林中，有很多民间的传说，有说是土匪窝子，也有说是抗联密营。但对于山里的采参人来说，那却是一块宝地。每到秋天，他们就开始进山忙碌了。五花山老漂亮了，山基本上啥都熟了，像松子儿了，核桃了，有时候能碰点葡萄。希望你少往一秒，不管大小。在寻找野人参的路途中，他们时常有意外的发现。金鼻子，嗯，范鼻子，嗯，出来了。没，那，你这捡的不行，那得换换一个。那，当二十万。嗯，四十一块，这不错，还挺好，是吧？采参人的意外发现，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的大搜索，一些隐没的抗战历史被发现在密林的深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一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并牵制了日军更具野心的进攻计划。1936年。日军开始在东北进行大范围的军事讨伐，同时推行残酷的集团部落制，强行割断民众与抗联部队的联系，抗联部队也被迫由公开的根据地转入到深山密林中。嘿，这回又拉倒了。一首当年抗联战士创作的歌曲，就是他们那时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我给大家读一下子《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北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东北抗日联军为抵抗日军侵略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关于抗联的各种资料和文献相对缺乏。随着抗联老战士的不断去世，他们的历史正在被遗忘。为此，黑龙江省兴隆林业局成立了一支搜索小分队，搜寻辖区内隐没的抗战历史。一份偶然发现的日军资料，给搜索行动带来重要线索。这是一份1935年的日军讨伐报告，讨伐地点正是兴隆林业局一个较为偏僻的林场。当时这场战役是1935年，3月16日打响的。
但这个具体位置呢，我们也搜集了两年左右。但后由于是刚开始在杨顶子，但后期的话呢，它根据资料显示呢，我们感觉应该是在米六道，大概应该是在麻辣河头这个方向。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王长，你看，这个大概是你们那块什么一个是，大概在你们林场什么位置左右？在我们六道河林场应该是二四立门界的这个具体位置上。嗯。这边呢靠近三连板，底下部分呢是四连板，上面是二连板，大致是这么个位置。这块。日军讨伐的是一支报号莫林的抗日武装，首领郑奎武原是黑龙江省步兵旅的一位排长，在与日军作战回乡下养伤时，看到日军屠杀无辜百姓，他集合旧部再起抗日。1934年，他合编了一支300多人的抗日队伍，还攻破日军占据的一座县城，声势浩大。远处的山峰就是莫林队的密营。1935年3月，日军秘密从外地调集来一支精锐部队，配以步兵炮、山炮等重武器，偷偷逼近杨木顶子。咱往那头，往那个杠走，从那杠往上跑。子弹壳儿就片儿，子弹壳崩碎了片儿。没水了，这里这里没了。半夹，半夹，半夹。这什么东西？半夹，半夹。好，那弹皮子，这个是没有。还有那个马蹄钉，说明这是什么呗？这有骑兵在呗，投传递书信了，这个来往了。这好像是军事物粮。1935年3月16日上午10点，日军突然发动攻击。这个就是那个郑莫林，他这个军事基地的防御工事，这是主防御区，日军的重点攻击的是这个方向。当时的话，他日军的攻击的总兵力是200人，应该是二百人。郑莫林这派呢是200多人，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在这块进行打了进行了一天的血战。这是日军当时拍摄的照片，而《同和人民革命史》这样记载：激战一天，莫林和30名战士壮烈牺牲。一批幸存的战士抡起大刀冲入日军阵中砍杀，日军组织火力拼死反击，最终山寨被日军攻破，密营被日军大火烧毁。这是日军押送被俘抗日战士的照片，他们尽管被紧紧绑缚，脸上却是不屈的神情。来到这里，莫林队余部以及周边的抗日武装纷纷加入，他们继续与日军作战。兴隆林业局的搜索队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在一本木兰县革命斗争史中看到了一位抗联老战士讲述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斗。对，杨哥，他这是典型的那个，就是沼泽密营哈，两片沼泽地之间，他非常隐蔽，这地下都是垄沟，当时的话没有这些树，都开始在这里种地了的啊，开荒种地。嗯，这是一个密营，对。这已经被破坏了，能看出来。1936年，抗联第三军的一个团在这里遭遇了日军。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抗联部队的一位代师长王子阳负重伤。书中这样描述：下午约2点左右，
我们把王子阳抬到郭家坟房，王子阳因为肚子受伤较重，活了大半天就牺牲了。大家开了追悼会，把他抬到六十密营洞烂柴顶子西坡脚下二道林子山岗上安葬。这就是啊，这就是当年那个老百姓所说的对坟，也就是我们林场的调查人员上山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在这祭奠的这个坟墓。这个坟都有多长时间了？大概这个坟发现的时候应该是在六几年的时候老百姓就发现了。王子阳没有照片，史料上也很少见到记载，只有一位抗联老战士蓝惠田这样回忆他：王子阳，武昌人，曾被日本人抓到北银河细菌厂，每天抽一次血用来做细菌培养。王子阳和刘海涛同志用啤酒瓶把日军看守打死后，穿胶皮衣服爬出电网逃走，后来参加了东北抗联，曾任六师代理师长。为了最终确定王子阳的墓地，张旭生来到了木兰县。当地一位退休的老同志1982年曾陪同抗联老战士蓝惠田去过那个墓地。具体的是二道林子烂柴顶子，对，六师的当初的密营。密营，当初呢，蓝惠田这个事呢，他都指认了，他全都说了，就当时他密营在哪个位置，是吧？对，哪块是烂柴顶子？对，在现场他亲自指认的。对，啊，我们带的酒，带的那个，那是先烧纸了，到现在这不行了，上老大树林子里去烧纸去，又烧香去，带的酒搁那祭奠了。嗯。李龙在家里找到一份资料。他是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的外甥，他记得朋友给过他一份当年抗联第三军牺牲干部名单的复印件，上面盖有赵尚志的印章。名单上写有王子阳的名字，党员、代师长、牺牲地木兰。听说找到了王子阳的墓地，李龙赶了过去。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咱们往前一点，就是东兴了，原来是老东兴。经过这里，李龙想起了他的三舅赵尚志在这里的战斗岁月。1932年，他率领部队攻打日伪占据的东兴县城，并在这次战斗中左眼受重伤。这也是32年，赵尚志在这个东兴镇战斗的时候负伤了，左眼负伤，左眼受伤就是在这个打东兴县的地方。这个照片来，你希望看一下啊？就你看我长了两个分叉的，就这个。这个小孩底下埋着的，埋葬的就是六师师长王子阳。这是三舅赵尚志的战友，让我叩个头吧。我就是我最后代，我叩个头。好吧，我给三舅叩个头，啊，这是三舅的战友，他把花拿过来。冬天临近，搜索队的工作也将告一段落。就大江这边上。队员们把发掘的文物打包装卸运往林业局的展览馆，在那里经过细致的整理和修复后免费供大家参观。很多文物都是首次被发现，这是抗联女战士使用的雪花膏，还是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双妹牌，她们也是一群爱美的女人。树木当中的子弹，一块柄上的牙印还清晰可见，说明战斗随时爆发，亦异常激烈。
这是一个吊锅，抗联战时密林中用过的多功能炊具。当年他们唱着这样的歌谣：河边密松林，支起小吊锅，战士齐上灶，围火小河河，掀开小锅盖，白水煮黄馍。面对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抗联战士们在密林深处顽强生存，并不断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卢连峰15岁加入东北抗联，曾经是抗联第三军四支队的一位战士。那是多少年了？我忘了，三几年了？三八年了？三八年三九年，就到了那个啥了，西征，十一军，西征，走一个多月呀、啊。在那小兴来的，一家子往在东，在我家乡来，一家子到了，咱们那啥，西南呐、啊，这个海伦呐、啊，巴彦呐、木兰呐，那都过了，那都在那边活动。哎呀，那艰苦的很呐，太艰苦。您知道鸡冠山这个名字吗？知道。知道鸡冠山是吧？知道那鸡冠山。有的时候，我们到那时候很小，给首长当警务员、哦、站到那山上晚上，都瞅着，看着挺通和灯、哦，灯啊、哦，夜灯啊、哦，看着黄啊，一片，就这样的。卢连峰当年的首长正是隋阳兰的父亲。趁周末孩子们回来，隋阳兰给孩子们一样东西。就这一本，来，去那个找去吧。这是五年的，这个我想啊，给我妈找的。父亲的画像是根据隋阳兰的样子画的。隋阳兰的父亲隋德胜是抗日联军有名的虎将，枪法准确，英勇善战，曾担任抗联十一军一师团长和第三路军支队长。这是我姥爷啊，我姥爷交党费的。交党费的，这是好像你走时候搁哪个查出来的？这个。什么时候的？1935年，1938年，隋德胜，十六大队于天放副队长。邹本栋收集研究当地的抗战历史已经20多年了，由他带路，隋阳兰走进密林，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寻访。这里是隋阳兰的父亲驻扎过的地方。这里边有锅台9个，用石头垒的锅台，这是说明四支队啊，在这嘎驻扎的人员不少。隋阳兰看得很仔细，当年父亲隋德胜也许就在这个位置上吃饭，跟战友聊天，然后出发与敌人作战。他们搁这出发。一共打2仗，一个呢就是在张家湾，就离这20多公里的，现在呢是铁力林局卫星经营所那个地方，跟着打一仗，那仗打的挺漂亮，哎，也没啥损失吧，敌人打死打伤了30多个，得了不少东西。1939年。隋德胜认识了第三路军被俘厂厂长21岁的金玉坤。第二年夏天，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密营中举行了婚礼。1941年春天，金玉坤与战友行走在这片森林里，给部队运输粮食时，
在一棵大树下生下了隋杨兰。不久，日军的大讨伐开始，为了方便部队行走，刚出生几个月的隋杨兰被送给老乡抚养。送走之前，他母亲找到一块布，咬破中指，写了一行字，藏在隋杨兰的棉袄里面。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1年4月14日四十生孩子，小名凤兰，名不要改。女儿被送走时，隋德胜还战斗在密林中。1941年11月，隋德胜的部队在这里遭遇了敌人的包围。邹本栋曾采访过隋德胜的战友，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的战斗：隋大队长的枪响了，冲在前面的敌人被打趴下好几个，一下子纷纷停止了射击，把火力全集中到隋大队长那里。这时，隋大队长的枪突然不响了，我抬头一看，他中弹了，倒在血泊中，因为击中要害，牺牲前没出一声。隋大队长，你姑娘和你姑娘的姑娘来看你的呢。爸爸，我来看你的了。都有了啊，好嘞，烈士们、前辈们啊，都有了，叔叔阿姨都有了啊。我也鞠个躬。身体都不好，带病的呢。走吧，叔辈，走吧。在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工作的卢德峰，只要回到家乡岱岭，就会去登一下西山头。这块啊，在82年前，1936年的时候，36年7月18日，日本关东军和抗联部队发生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这是一场被遗忘了很多年的战斗。在伊春南岔区档案馆，卢德峰发现了关于这场战斗的描述。这里写着1937年10月份在岱岭沙河子打一仗，日本刘海亭参加。这说明在1937年农历十月份，王凤鸣和刘海亭在三军90-75团团长宋喜斌的带领下，在岱岭和沙河子两个地方，同日本的守备队打了这次战斗是得到确认的。正是在这些抗联将领的带领下，他们打了一场漂亮战。日伪三江省治安肃正工作综合报告书这样记载：关东军赣豫部队在岱岭西山头与赵尚志、夏云杰二匪队遭遇，匪二队计1000余人，赣豫部队400余人展开激烈战争，由上午8点12分至下午3时40分，经过英勇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最终全军光荣牺牲。这是抗联部队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斗，他们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全歼了一支400人的日军精锐部队。以密林为根据地的抗联战士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他们抗战精神的鼓舞下，东北各地民众纷纷起来，以各种方式抵抗日军的侵略，掀起了一股抗日的热潮。